我是你们杨哥在摩托，现在我在给刚刚救的这只猫喂奶，把大猫压在身下，然后小猫放在它肚子里吃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把它大猫的乳头这里按住，塞到小猫嘴里边给它吃，就这一会儿掉一会儿灌，看它吃的也差不多了。嘴巴边上都是奶水，先放进去了，待会过几个小时再给它喂一次。还有上面还有好多崽子要等着喂奶，刚刚给它的尿片换了个干净的新的，还四个脱在一块取暖，但愿能救活吧。给大猫弄点罐头补补营养，不知道小猫能不能撑过去啊？它也不怎么吃，吃两口不吃，吃两口不吃了。那个小猫啊，被我们老板带到家里进行人工养了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，看吧，过了这一个星期应该就可以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就请记得点赞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拜拜了。